接下来的话，就去戳，先走先保，走你，别停，BOSS 不打不打，打不了啊。这要是给手动点都好很多啊，但是，啊，这真的是太无聊了。他要是两个可以一起点也行啊，他为什么点了这个就不能点了呢？这是什么奇怪的道理啊？我要抽到剩5万钻啊！虚浮争霸开了吗？我虚浮争霸开了，要报名啊！报名，这个虚浮争霸非常的好，它是一周有一次，就是我们先报名，报名之后，等到几号周日的时候啊，就可以打。打了之后，如果打赢了，我们就可以去抢购，抢购的话就有我们需要的回收订单，这个是贼需要的。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全都要，对吧？蓝银这种要，回收订单要，其实最重要是回收订单。我觉得这个蓝银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我现在订单差太多了。然后这些魂碎片其实一般般，但是到时候啊，就是比谁的手速快，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看点，这个很难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电脑上抢的话，其实不太能抢过人家电脑，不是，我们电脑上抢的话，不太能抢过别人手机玩的。手机毕竟是两个手可以一起操作嘛，我这鼠标得要一个挪来挪去的，很难受。蓝银要10000钻啊，哦，蓝银是8888钻，蓝银也不划算啊，对吧？但是我记得当年紫儿这东西出来，他直接把那个蓝银给买了。那个特别豪横，这蓝银好像不用着急吧？21号的时候草黄应该会给。哦，现在虚浮争霸赢了还可以买魂圣箱子，好的，魂圣箱子一定要抢，那个是 number one。我们先抽个大奖出来看一下啊。我怎么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个视频到时候贼无聊呢，全都是抽奖。那红色装备也可以直接选一件，但是没有魂圣啊，魂圣可能是这个等级要很高才行，我们这个巨符，大家等级很低，开不了的。继续抽，我们还有3小时可以抽了，时间不多了，兄弟们。魂圣都能买锤子，啊，前期没有魂圣箱子，好的好的。这儿拉完都10点了，我操！因为他有时候还会抽到大奖，我还要手动点。我们还要再花17万的钻石哦，各位。区域争霸和哪个区打，无论和哪个区打，我们都是赢。因为一开始匹配到的不会匹配到特别特别厉害的老区，这次运气有点好。今天是开服的第15天，所以有天斗鉴宝。哇，这两天，真的有点忙。我们今天晚上还打算研究研究一下那个换塔那个游戏，那个游戏我都没有研究，它那个游戏有好多技巧，需要查查这个攻略的，我得要做做功课，到时候16号才不是至于丢人现眼是吧？不知不觉已经有半个月了，是的。Time passed so fast，好像是打罗刹符，我们出来看一下吧。出来看一眼，对手是燃魂50符，对手这是看不到的。然后这道理很简单，我们这边我方出战玩家战力最高的是显示在最下面，但是那个谁武汉应该没有报名，这个谁也没有报名，反正他们报了名的战力高的前10个。还是前15个会出现在左边，然后其次其他人会排到右边这里啊，然后右边这个其实是鼓励那些人，右边的那些人赶紧把这个战力拉上去，从而进左边这个榜，你才有这个参战的机会，否则你都没有资格代表你的区服作战。有人说怕12点出活动没有钻石，首先这个活动表咱是有的啊，那15号有个大活动，之后就是游戏的第22、23天才有这个先导黄了，别着急。其次呢，咱们今天不可能播到12点的。视频咱录少一点比较好，这符都没听说过是吧？希望它里面有几个 V15 大佬吧，只能祝他好运了。别说你们看想打瞌睡，我看都想打瞌睡。我的天哪，这不需要动脑筋，就需要等。我们说的15号是游戏的15号啊，游戏的第15天。这个活动拉的人多的话，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会导致你的技能减伤特别的高。他每吃一个肠子，就可以加3%的技能减伤。就每个角色啊，他是5角色，减伤15，每个角色就有3%的技能减伤。你这个高了的话，别人的一个罗刹就被抵消了，别人这个魂环输出就没了。我们假设今天拉100个这个，那每个角色就有300%的技能减伤。那我之前费力巴劲的搞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转攻为守，对吧？加96的技能减伤，搞了3星，加96的技能减伤，
还不如吃30个这个呢，对吧？又加属性，又加这个技能减伤，贼厉害。手点快不了的，这儿再给你演示一下，点非常快，也快不是快不了，自动是最快的。有很多刚进来的小朋友，对吧？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广告哦，啊不对，这里哦，这里的广告哦，是吧？你也可以自己去这个新区，还有这个免费的账号可以拿哦。先别抽吧，我这抽时间太长，这活动就只有3小时，之后就结束了。我现在不抽更待何时？我下播自己偷偷摸的抽吗？那更没有意思了。其实皮肤加的那个战力，我现在还可以再加，而且那个战力啊，皮肤回收越往后回收加的战力越少，但是他给的其他的材料非常给力，我想要把其他材料多拉一拉，然后这个东西关碎片，我今天再拉这么一次，我能用好多好多天。我们这个游戏前期是特别特别缺这个关碎片的，其实到了这个游戏的后期也是比较缺这玩意儿的，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多拉点，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哦。还要再抽15万钻石，别着急啊，16万，别弄错了，要抽到只剩5万为止，对吧？还有16万要抽，各位可以先去点个外卖，点个水果，点个果盘，然后吃一吃，是吧？这又卡了。每过10分钟，我们就出去把这东西强化一下，不然我真的是要睡着了。好，再去抽。加速器东西，难为你了。这别给 1.5倍药水啊，给了好多这个。这个药水，我刚刚用了那200多个，可以用个10多天，甚至等我们退服这个能。如果我们今天把这钻石啊都抽差不多，那等到我们游戏退服，可能这 1.5倍药水还没有用完啊。七宝，你玩的是破解版斗罗吗？玩的是龟速版斗罗。各位准备好睡觉了吗？今天可以早点睡是吧？看我这个直播助眠。火焰碎片多给一点啊，兄弟！这个火焰碎片是什么价？我不清楚啊，忘记了。反正这个可值钱了，让你们嗨起来！哦，30了啊，来嗨起来，嗨一下，嗨一下！这东西先使用一下，这战力慢慢搞吧。哎，我的天哪！斗地主，好，白虎皮肤直接回收。这儿有多少个啊？这一个能加。500点经验回收一下，我擦，直接加了89万战力，这个战力很衰的，还是这个肠子有意思。试起来啊，才吃了50个，我擦，这个肠子难了，再把这个东西试一试，这个小腊肠也很好吃的。用10倍药水，这个药水就没用了呀，那这没有用了，平常挂机也不还需要吗？对吧？又是200多个，又是10天，新法再开，这个再领取。我的妈妈呀！我擦了，我感觉我也不行了。我还有什么要升？武器要升对吧？别的好像没了，就这吗？武器也升不了呀，现在。这魂环碎片我看一下有多少了。魂环强化有69万了，对吧？有20万是我今天自己得到的，今天是抽到了40万的这个材料，也不够就抽。今天得要把这哇，直接抽就有了 ，nice。今天得要把这个。拉满我们才去打副本，再说一遍哦。好，唱歌，唱不来，唱不来，没有这项天赋点，可能有，但是这个天赋点没有点数可以点它了。有这个点数，我也不想点它。我小时候到现在去过 KTV 的次数应该就只有5次。其中有一次还是公司组织去的，我第一次迈入这个 KTV 的门槛是我都高中了，就是我复读的时候高四去了一次，哇，这给了2个肠子，不错，明天升100万似乎是你的极限了，这样吧，多给几个肠，谢谢。再来啊，这又卡了，这背景音放不了啊，我到剪视频我来一个加速，这就很快就过了。装备看一下，这个套装石待会儿再升，最后再升吧。那个可烦了啊，一次要消耗好几百材料，升不了几次的。哦，什么礼包，先去看一下。啊，2500的积分，再来吧。凡尔赛号没玩过，
之前有人叫我去玩的，但那时候那游戏都老了。我们要靠这个加2000万战力还是有点难的，你们说是不是？哎呀，这个活动太划算了，我后悔了，我之前那100000钨钢，我如果来这儿抽，要划算很多呀，是不是？我那100000的钨钢，如果来这儿，他一个钨钢就2块钱抽到一个，就给4个，一次给4个钨钢哦，就贼赚。哎呀，我们今天拉这个钨钢白瞎了呀，各位。这个活动我真的觉得很良心，我今天甚至想抽就剩个10000钻石，对吧？这多抽点也不是不行。手点会很慢，手点很慢的。点不快，它保持一个恰当频率，就是你点特别特别快，其实也不好，只能自动解绑。这好多新水友，这怎么连续4个绿色的石头？5个，别罢了，多给几个肠子才是正道呀，做个人吧，小香肠也行啊。钨钢也多来点，就抽到钨钢也贼赚。要是我们那个武器现在才开650的上限就好了，我提前一天开的话，买人100000钻实在是太亏了。可能我们这个客户端就是这样的，他不允许手动点。各位等等吧，我发现这个肠子可能给一个皮肤才会给一个肠子，真的很难得。又给一个，所以那小姐姐把后面的4个封号名字想起来了吗？还说你呢。我知道他在直播间，来想想后面这4个角色封号的名字怎么起。这个小姐姐是在的，这个活动无限吞，是个钻石的黑洞是吧？无限吞钻石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他给保底就不错。不知不觉我们又出了6分钟了。用粉丝名字到时候搞一个一串很奇怪的名字不太好啊。这大半夜的他为什么在我房间？不是这个房间啊，是直播间好吗？这瞎带节奏。耳环深彩色，好好好，这刚才有人就在刷了，我去看一下耳环能不能深彩。又给场子 nice， 耳环深个彩。我的队友在抱怨打那个什么人不掉血是吧？耳环。红色的需要天使之焰，你看这没有条件啊。红色的它需要3个黑，这个需要3个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装备，耳环是哪个？这个是耳环啊，耳环的话1个黑、2个黑、3个黑，3个黑可以合哎。我们先卸下看一看，这个珍稀材料已经可以开了，3个黑色，然后差几个天使之焰，好像是仓库里有。我擦，这皮肤占了好多位置，这儿有2个天使之焰，我们可以考虑给它升一下。这儿对吧？需要2个天使之焰，我们把它开了。这4个宗门馈赠先开了，给了钻石。我又眼瞎了吗？哦，在这儿，2个天使之焰，直接开了。来，我们合一下。红色的耳坠，它是会多一点属性啊。现在这个是技能减伤、闪避、攻击。现在呢？还有个幸运加5%，这个幸运5%其实比较一般，但是它这个攻速好像会多一点。然后这个天赋，浴血奋战的天赋是血量低于10，提高自身的攻击和防御，能那个天赋也能多点一两点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能合就先给第一角色合了穿上，这是比较好的，再给他随便挂一个。眼睛是个好东西，可惜我没有。切，别瞎说。好，再稍微吃一下吧。还有这个肠子，这肠子是真的难得。这小拉肠都搞了70个，他才搞了23个。好的，各位猜猜我们这个战力是多少？现在战力已经有啊快1.9亿了，但是还差呀！我的妈！不找人打 PK， 改天再搞。我们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这个搞了。好。再来，
我记得当年我们那时候抽的时候，我们还去数那个数量，然后视频里面我一个一个数的，好像抽了100多个。为什么要一直抽这个？我解释不了，脆火石这个跨服不能交易的，无论是脆火石还是什么东西都是不能跨服交易的。比如说我们这神剑，对吧？神剑对手坏了，我们能和他们聊天，但是能和他们交易吗？不能，你就根本送不了他，只能送本服的人。除非等到你们服没有人了，你们两个服合一起，其实可以有。这还好运蓝。这个奖励其实也很一般，就是这个皮肤吧，哪怕他次次都给我这宝底也无所谓，只要多给我点这个肠子就行了。我的天，我是吃了安眠药，发现我太痛苦了。然后早上那个武汉又来抢我的 BOSS，他就是每天11点多会来抢，然后他打完2次次数之后他就下了，就不帮他的队友打了，然后他的队友就疯狂的被我折磨，现在还有19万钻石，我的天，我们还要再抽14万啊！刚才是要抽21万，现在只能抽14万，兄弟们，我们已经走过了1/3的旅程，马上我们就要到北京了，现在已经途经武汉是吧？我们从昆明发起的列车已经即将到达武汉，再过2倍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到达北京首都，然后就可以下到站下车了。那武汉就是他抢那个 BOSS，就是他那人杀着我打他有概率打赢，有概率打输，然后最后1点5血的时候，我直接去挑战他，然后我输了，然后他在最后只有20%-30%血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一血的20%-30%啊，只剩一点点的时候，他就没有来得及退出啊，他就拿了一个黑暗，把我弄得就很骄傲的让他拿了这个黑暗走人。然后后面还打了一次那个好像最高的60万年的 BOSS 叫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是叫这个极度之神，反正是那个60万年的 BOSS。那时候丁香也在，武汉也在，但我还是力压群雌拿下了那个魂核，而且一次打到了2个。超级给力！小姐姐说取名字，要不你直播间抽好了，这个还有点节目效果，这算了。直播间的水友，你要凑4个水平一样的名字很难，如果要凑4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就很奇葩。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个师徒四人。我记得当年我们也为这个发愁，当年好像是弄什么蔡徐坤之类的，好像是这样起的。2.5倍钥匙弄个几百瓶也没有用啊！我现在挂机经验给的就跟没有一样。你说1小时给200亿经验吧，400亿吧，不是一秒钟给400亿经验，25秒给10000亿。哎，这么算的话，那我挂机1小时也能得到100万亿的经验吗？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这很奇怪。有人在刷了林冰斗罗、龙蝶斗罗、凤凰兔斗罗。暗月斗罗、星明斗罗、泰坦、堕落、金刚、阴阳，我的天哪！狂拽、酷炫、屌，正好5个是吧？可惜第一个已经有了。以后挂机，哎，我们只用2.5倍药水，认准2.5倍药水是吧？这活动刷到结束倒不至于啊，这钻石花的没有那么慢。大宝、二宝、三宝，然后最后一个起名叫做欧弟蜜。欧弟密宝是吧？然后我们再去找这大宝，叫他打钱。猪大肠斗罗，我今天下午去床上休息的时候刷那个视频，刷到一个做猪大肠的，他那个猪大肠卖的成品一斤要112块钱一斤，好像不是公斤就是斤啊，就是拿猪大肠去做的，做的特别好吃。7宝、6宝、5宝、4宝，这个有点衰啊，不太行，不太行。这小姐姐叫什么？问一下她名字，对吧？给她按上。这小姐姐好像我就一直叫那个小姐姐，那个富豪小姐姐叫她龟龟，因为她的头像是一个乌龟，但是我并不知道她叫啥。小姐斗罗，还大姨妈斗罗呢？就不要药水，只要这个肠子。哎，多点两下这肠子。哎，又给了一个，再多点一下，多点两下，给几个肠子。哇、哦，又给，我这次给了3个了。这肠子多点点是不是真的有用？不会真这么玄学吧？丐帮斗罗，来呀来呀！奥利给斗罗，别怕别怕，就卡了。切，隔壁老王斗罗只能3个字啊，最多3个字。
或者有那种单字的，其实也很帅。这几个名字其实也比较重要，就是 你得要好记一些，到时候我们打的时候，打架的时候，他们上面的名字就换成那什么斗什么什么斗罗去了，好像是六个核弹斗罗、老王斗罗、千里斗罗、彼岸花斗罗。你说彼岸花其实是个还算有意境的名字，但是你要再找另外三个同样有意境的名字就很难。中神通南帝北丐，等会儿背包都满了，满了我们再升啊，别着急，问题不大。黑帝、白帝、赤帝、黄帝，那你到时候上场谁知道哪个是黑帝哪个是白帝，分不清楚。我觉得还是那个大宝二宝，哈哈。然后再来个什么鸡腿宝、珊瑚宝、汉堡宝、汉堡宝、三生石、鬼门关、轮回路。哦，这个是配刚才那个的，我记下。三生石、轮回关、斗罗路，然后刚才还有个彼岸花是吧？好的，鸡腿斗罗是因为我饿了，可能是因为等车长等时间太长了，我现在饿了，我的天！八宝粥斗罗、麦旋风斗罗，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食物。地狱门、派大星斗罗，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七宝其实七宝倒是不和这个彼岸花三生石不是那么搭配，魑魅魍魉斗罗。也不是不行，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顺序的，好记。派大星、海绵宝，要不交给小姐姐做定夺吧。派大星、海绵宝，还有啥？其他我不知道。大家再想想，派大星斗罗、海绵宝斗罗、光头强斗罗，这里面这游戏里面还有个叫光头强的，天天被我们揍。喜羊羊灰太狼，这个怕是和海绵宝这个有点冲突。蟹黄宝斗罗，我靠，这蟹黄面、蟹黄饭，我的天，我好久没有吃了。之前在北京吃一顿，吃蟹黄饭两个元，四五百要花，就吃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好久没有吃了。逍遥鬼谷、桃花、赛文、奥特曼也来了吗？这什么都能蹭。烟花雪月斗罗。我们就找这个可爱的吧，既然七宝已经是可爱系了，再找两个，求各位别搞奥特曼斗罗了，奥特曼不可爱，谢谢。就派大星、海绵宝，然后我们这本来是七宝，嫩爹斗罗、孟婆汤斗罗、熊大、翠花不行，猪猪侠、幼儿园斗罗、猪猪侠公代选吗？好，再来一个。别搞什么病在这上面，还肾结石，这还是别了吧。宝宝巴士，这是只能三个字啊。BBQ 斗罗 ，BBQ， 七情纵斗罗，这个倒是很专业，感觉像一个30岁的人起的名字。马卡巴斗罗，马卡巴。怎么现在还有人在刷乔碧罗？别了吧，别了吧。哎，西斯莱、杰罗麦、杰罗姆，这是那个谁 ，One Piece 的。有人还担心我这个蘑菇肠的这上线是吧？多给几个呀，我是不担心上线的。我们穿这个，我们去声音波站里啊。群满了是吧？群满了，先等等吧。我们先魂师75个先升完，好的，各位给我5分钟休息时间怎么样？我觉得是不错的，你们建议如何？休息一下，这加15000吗？加142万啊！现在是刚好1900万，哇，还差好远呀，难受难受。再来，所以认可这个派大星和海绵宝，还是留香斗罗，成留香。一打七斗罗还算了吗？我们除了第一个凤凰，其他都是要挨揍的。好，676个1.5倍剑药水，这以后再也不缺了。我的天，这又过期了，再续个费。这个东西去抽吧。各位稍等我几秒钟，我把那个 Q 群升一下。我们这个 Q 群只有1000个人啊，被大家搞废了。好，已经升完了。啊，可以了，可以了，现在这个群 OK 了。
哎，来吧，我们去抽天斗鉴宝，还有16万，还要再抽12万啊！等一等，爱与恨斗罗，太子爷斗罗，兄弟可以来一个，灵兵、灵蝶、灵眸、玲珑，这个好是好，但是就是到时候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白鹿斗罗、独孙斗罗，为什么就是有恨我的水友？他这个恨意是从何而来啊？就有人在说狗麒麟斗罗，我然后他还一直都在刷屏，就这个人他为什么恨我？你可以说一下你憎恨妄图的原因嘛，对吧？就是因为我太有钱了，钻石太多了，花不完，所以你感觉到了我的忧虑，以至于把你弄成了一个，这个把你弄出焦虑来了嘛，是吧？然后你就得要来骂我，我们这个本来是一片和谐，大家都在睡觉的情况下，你要非要在这儿骂人，真的不太好呀。幻彩斗罗、七彩斗罗，可行啊？再来个龟龟斗罗吧，龟龟。那小姐姐就是龟龟，我就这么叫她的。然后再来个龙兵龙蝶，我当年好像就是搞了个龙蝶，还是搞了个龙兵，反正就是后面就记不得了。哦，杰尼龟，对，杰尼龟，杰尼龟好了，好，派大星、海绵宝、杰尼龟，只差最后一个了。刚刚还有个猪猪侠，还有个马卡巴，还有个芭比 Q， 要不就来这几个。谢谢 Scambus 的 YYDS， nice nice。这里齐了呀，各位！派大星、海绵宝、杰尼龟、BBQ、猪猪侠，我觉得这个不够传神，就来个 BBQ 好了。我觉得要不就这吧，这个的话，这四个还是比较一致的。BBQ 虽然不那么 Q， 但是本身自带一个 Q 在里面，还行吧。天线宝斗罗，哎呀，不要 BBQ 了，要天线宝。啊，但是有两个宝，派大星、海绵宝、杰尼龟、天线宝，我想想。然后我们本身还是七宝，七宝派大星、海绵宝、杰尼龟，再来个天线宝。这个太子爷没有赞助算了，哈哈，就不要按他了，按他就比较突兀，你知道吗？皮卡丘斗罗，没地方放了呀，只能放这么几个皮卡丘。还是蟹王宝，刚才还有个谁？等一下再来抽啊。刚才还有个是谁？刷了一个什么？臭宝。臭宝的话，它，和其他不太搭配啊，关键是这个。章鱼哥，好，我们就讲。然后我们现在要五进四啊，要删除掉一个。各位听我细细道来，我们本身呢是七宝斗罗，接着要搞四个其他名字，一个是派大星斗罗、海绵宝斗罗、杰尼龟斗罗、天线宝斗罗、皮卡丘斗罗。要么就不要天线宝，就要皮卡丘。怎么样？张大宝是什么鬼？这可以抽一天是吧？哎，我很好奇啊，太子爷这个活动是不是从练就开始抽，然后这个电脑就挂在那儿，或者啊电脑挂着不行，他得要手动操作的呀，他就雇了一个人对吧？然后帮他24小时就抽这个活动，抽满为止。支付宝斗罗，这个比较有内涵，但是不够可爱，算了算了，我们要不就把天线宝删了吧。护书宝，有点意思。哇，我们已经抽到9点钟了，各位，坚持就胜利。然后我们抽到10点钟，对吧？到10点钟我们就开始打这个 GF 本，哎，说的话算话，我都要吐了。